日月时凉，天地开灯，良时吉日，分享拜请丹中泰祥道祖，众神降临道祖，万事吉祥。谨记，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率领基隆市市长林佑昌、立法委员蔡适应率领团队人员，将对丹中的泰祥道祖行上香礼、初上香，祈求调富顺、国泰民安。再上香，咱总统正光强泰啊，守护大家，三香香。基隆中原祭是全国无形文化资产编号第一号。过去台湾本身是一个移民的社会，那因为移民来的有先后次序、后到前到后到的关系，所以每个人占领的地盘或者工作的项目就会产生一些冲突。那当时在基隆港的这个地方，就有背后的这些地区，就是过去所谓的张权械胄的区域。那后来在这样的冲突之后，我们的耆老们就发现说，用这样子来冲突来解决问题其实是不对的，应该用其他的方法来解决问题。所以当时就有一句口号叫做赛顶桃取代怕怕桃的这样代际，也就从那个开始时间点开始了168年来基隆的中原祭。香港市民突然随明俊杰你好，你好，总统开始来看嘛，佫笑脸，哎，不怪吼，捍卫我们台江嘞，不简单。哦，你做我恭维，大老板。这个啊，我们的法器啊，早期啊，而我们的祖先哈，好几代前，这个坐形啊，我们就葬在一个墓园，那墓园好像好几个山头啦，前面好像一个湖，不是好像高山啊。后来那地理师说：“哎，你的家孙老快做读书，你是做总统，是做读书啊？”后来哟，我到了就什么，我的哥，我跟金马公今做第六代啊，第六代，连续六代，有200年。对，而且这个法器刚好写的叫一心向道。一心向道。一心向道。对。到达消。因为他要把错字先啊，给他拆开这个口。到。对。差不多一个月前啦，我有得到消息啦，讲总统要来我的旅行团，哪有可能啦？哦，不可能啦！经过差不多17天，那个总统这个做摄影师的什么的来采访，哎，我感觉正经咧，你知道不？哦，就紧叫来油菜，油菜，的味道。没有那种体会，就是说，哎，那道士他私底下生活是什么样？你们可以想象，你们再老一点是这样子的。慢慢的往那边做，或许。要跟周文讲你是谁？我24岁。24岁。24。我23。四代。过几年就轮到你了。小时候5岁开始学习，到7岁开始。做后厂，13岁上厂，17岁主法。去年中元祭是李姓宗亲会的主法，他们特别有做这个，然后平安符，然后当时很多人都想要索取这个平安符放在家里。原乡李经就是代表天。有一点那个回到那个过去的那个，所以这种传统的东西现在又变成是一种时尚的感觉了。我觉得蛮好的，而且。人家会觉得你们现在做的事情是很酷的一件事。这个年轻一代哦，就开始觉得过去的东西是值得再来一次，去感受，然后去真正的体验，然后他真正的感兴趣哦，这才能一代一代传。人家说听爸爸妈妈的话，你们要听总统的话。
文化能够传几千年，都是有一代一代人这样子坚持，然后又有一代一代人觉得说我们要重新再回去检视体验他们的价值。所以你们还是要坚持下去。你很会，这个有发言的。五营到顶站。